拍拍前还在嘟嘟囔囔，拍手一指你小子最好给我一条广，小风扇一扔，看歌心情吧。侧面机位也要来一个，凑到身前准备拍拍小脸。导演在和别人讲戏，这俩人又来了，拍也要拍巧克力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后面那位扭来扭去的小哥有点傻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嘴巴巴巴的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好了，你休息一会儿，哥不累，你听我说。咱就是说，花絮老师，你咋偏偏到这儿没电了呢？两位老师，要不你们回去慢慢聊。好了，你们嘘，都闭麦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套子品牌代言人肖战。行了，